其实还是应该要存款一点，掌声也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们再来这一首是《冰雪奇缘》，应该没有人听过吧？啊，不是，应该没有人没听过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？有，都看过了。好，那么应该没有问题。这很奇怪，你都不拍手，所以那个啊，稍等一下，如果有人不小心拍手，跟我们一起打拍子，就赶快送一下礼物哈。好，那么《冰雪奇缘》是由我们刘文凯老师来主奏哦，哈，多注意他，我就不是很重要了哈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